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廖元威。今天进行的是书中之书，天下第一书。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第十一讲，也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第十讲还没有讲完的内容，讲到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上一讲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圣经的合一性，还有圣经的这个中心信息啊，这两者要先确定，我们才能够谈这个解释圣经。当然在这继续之前呢，我们也再来谈一个问题啊，就是解释圣经者的资格。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是上帝给世人的一本书，所以谁有资格来读圣经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因为这是一本敞开的书，是向世人来显明上帝他的本性，还有他救恩的计划。那至于这个解释圣经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哈，一般讨论圣经解释的书上，大概很少会谈到释经者的资格问题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高度主观的议题。那除了自由派的学者之外呢，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学者并没有否定哈，其实释经者解释圣经的人，他本身其实他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虽然如此哈，也就是说承认这个解释圣经者角色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宁可把全部的篇幅，或是至少是大部分的篇幅哈，还是放在这个方法论的讨论上。我们既然是在讲这个圣经是天下第一书哈，所以我们不只是谈到说圣经是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去读，我们要从其中得益处，那么解释圣经的人呢，他也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我们在这边要谈到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也就是说其实方法哈是比人重要了。到底是方法比人重要呢，还是人比方法重要，或者说人跟方法同样重要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方法很重要，那其实人也很重要。所以呢你如果把方法这个的重要性哈超过人，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方法似乎是客观性的，那么人呢是主观性的，其实两者都很重要。坦白讲哈，一个人读圣经，他就算不太有方法哈，但他如果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存敬畏神的心来读的话，这一本天下第一书对他而言就会带来这个生命改变的功效啊。那当然，如果他懂得正确的方法，那么他在读经的领受上所得的益处必然会更高哈。那当然进一步我们也可以说哈，这个或是问一个问题哈，那么请问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那么解释圣经呢会不会这个非基督徒或是一般的这个学者就没有资格去阐释圣经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定的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我们必须要肯定哈，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读圣经了，也有非基督徒读圣经，只是他们用的态度方法各有所差异啊。我们要肯定的说，其实就算一般的人他读圣经，他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哈，非常的用一种这个有效的方法去读的时候，他也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来哈，也可能会写出一些有所谓的学术价值的一些的著作。但是呢，他还是有可能他在真理的诠释上，在这个救恩的诠释上面，他还是会有一种隔靴搔痒的一个结果啊。或者说他可能讲了很正确的话，可他自己在其中没有得到益处，反而有可能另外一个听的人，真正有心的人，他得到益处了哈。不过当然最后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赞同某一些学者他所说的，其实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也都可以这个解释圣经哈，只是呢因为个人的身份还有资格方法动机上的差异，那所以它的价值呢，它的意义还有所带出来的影响
是不会相同的哈。那今天我们就要用简短的时间，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圣经的一些法则哈。既然我们这个是空中圣经学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圣经的课程，但是各位听这个老师讲哈，当然会有得益处啊，一定会得益处。但是呢，你在听之前，在听完之后，如果自己读圣经，甚至呢，在某一些关键的议题上面，尝试用好的工具、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诠释，那么我们收看这个一系列的节目哈，对于个人所带来的益处，会远远超过于我们只是在那里聆听而已哈。聆听还是有帮助的，绝对的，只是呢我们自己仔细的去读哈，正确的解释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哈，这是个人要下的功夫。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谈到这个考虑圣经的文体。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文体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注意到到底我们所读的这一卷圣经呢，是用什么题材写成的？它是诗歌体呢？它是比喻呢？它是书信呢？书信当然比较就是一种这个叙述论说文体哈。那么不同的文体呢，很自然在理解上、在解释上就会有差异。譬如我们举例子哈，像希伯来诗歌的这个诗歌题材，它的平行句法乃是借着两个平行句哈，来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呢，这个平行句法呢，它代表的是一种相互的对应，可能用词不同，但是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啊，这个是相互的对应。第二方面呢，就是互相补充。那这个互相补充呢，就是不同的用词哈，把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做了更充分的一个说明哈。所以相互的对立呢，就用词不同表达同一件事情，跟互相的补充，不同的字眼把一件要表达的事情讲得更充分，这都是希伯来诗歌题材当中的这个平行句法的特性哈。我们举例子，譬如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哈拿，在他得到儿子之后，他的一个感谢哈，一个祷告，说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对立对应的互相对应的一个原则哈。这个灰尘跟粪堆当然是对应，这个贫寒人跟穷乏人也对应虽然在这边用了不同的用词不同，但指同一件事情，什么？就是说神把人从卑微当中把他升高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所做的事情啊，真的是如此。就好像诗篇所说的啊，这个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而来，乃是从神而来啊，神叫这人升高，叫那人降卑，神有绝对的主权。如果我们真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会谦卑了，而且不会用人的方法啊，用自己的努力想要去求得什么，他还是一样可以很积极的面对他的人生，但是呢不是靠人的方法想要去得到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私自利的结果，而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这是很宝贵的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像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啊，箴言十五章二十节，因为说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这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原则哈，就是不同的用词把所要表达的内容做更充分的说明。智慧子使父亲喜乐，那么愚昧人藐视母亲，难道智慧子不会让母亲喜乐吗？难道愚昧人只藐视母亲不藐视父亲吗？当然在这边用词不同哈，其实应该都包含在内。总之在这节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哈，智慧跟愚昧哈，是表现在这个人
在面对他父母的时候的态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让父母高兴快乐的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让父母这个藐视父母亲，或者让父母亲伤痛啊，伤痛的是非常愚昧的啊。所以这是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所说的。另外呢，在像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那边提到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个心里相信跟口里得救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可见口里所说的一定要从心里面来，他心里面相信的话也不能只藏在心里啊，口中要把它说出来，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啊。好，一个人如果真正相信的话，他是心里相信，而且他口一定会承认啊。好，那么接下去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要注意这个历史的背景哈。注意历史的背景，那么历史背景哈，也就是说当时的习俗文化还有政治宗教的背景，对于我们了解圣经解释圣经其实是有很关键性的影响。譬如说在新约的时代哈，巴勒斯坦的政治背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哈。特别是展现在耶稣受审判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巴勒斯坦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啊，而分封的王呢他是治理的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有几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耶稣首先被捉拿然后受审是在这个以大祭司为首的公会，这是犹太人最高的民事跟宗教的法庭。我们要了解哈，耶稣为什么先被带到犹太的公会来，因为这是犹太人最高的民事宗教的法庭。另外呢，接下去他就被解到这个罗马指派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不仅止于此啊，在接下去呢，比拉多又把耶稣把他送到这个当时加利利和这个比利亚，就是指的约旦河东一带啊，当时的分封王这个希律那里，就是希律安提帕啊。最后呢，再送还给比拉多，这个希律安提帕送还给比拉多，在他的手下这个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状当时写的是他是犹太人的王，而且用了三种的文字啊，第一个就是罗马的官方语言，就是拉丁文啊，第二个呢是希腊文。是当时罗马世界或者说是文化界通用的语言语文。第三呢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啊，那就是是当地百姓的这个用语啊。那么这些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它都有交代。那如果我们了解当时整个的历史背景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错综复杂的因素以及耶稣为什么被带到这边送到那边送到这边好，有一点像踢皮球似的这种状况，我们就能够有比较客观比较清楚的掌握。但是不论如何哈，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而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命啊，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了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是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成就救赎的工作。就好像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在那边旁观的人，包括民众，包括这个官府啊，包括犹太人，在那边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吧啊，他可以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吗？连这个与他同定的强盗也有人这样子的来讥笑他啊。其实耶稣可以救自己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不要救自己，因为他要救世上的人。所以如果他不是因为顺服父上帝的缘故，他就不会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会走哥哥他的这个道路，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哈。那当然我想
刚刚这个有关第一个重点讲到圣经文体的问题啊，还是再举个例子好了，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其中有一种文体是比喻了哈。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浪子的比喻哈，是我们大概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很有早期教会很有名的教父叫特土良哈。那么他呢怎么来解释这段圣经呢？很特别哈，他就说这个浪子呢是基督徒哈，那长子呢是指犹太人哈。那么浪子呢要求的家产呢就是指的人类对神的知识了哈，人类对神的知识。那这个养猪户的主人呢指的是魔鬼。那么浪子当然这个离开家之后就是可以说是碰到了人生各样的这个困境，最后浪子回家了。那么父亲给的袍子呢就是亚当犯罪的时候失去的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戒指呢，父亲给他戴上的戒指呢指的就是洗礼啊。那么摆设的筵席呢指的就是圣餐啊哈。那被杀的牛这个肥牛肚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那各位这个解释是充满了想象力哈。但是这个就很典型，它是属于这个寓意式哈，是灵意式的一种解释。那常常是把人的个人的意思读进去了哈。那么特土良把比喻当成这种预言哈 ,allegory 哈，当作预言来读哈，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所以特土良虽然是在这个神学上有很大的贡献啊，像三位一体这个名称是他所提出来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在解释圣经上哈每一处都是那么样的准确啦正确。那我们要在这边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哈比喻其实是用整个故事所代表的教训啊去说明所正在讨论的某一个要点啊，而不是要人在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去找教训。所以特土良如果解释这一段解释的不对的话，那就是因为他整个方向有一点不正确哈。那找出要点哈，就可以从讲比喻的这个动机来着手。各位，这个浪子的比喻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讲的呢？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那边说啊，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接待罪人啊，因此呢，其实大儿子可以说就是暗指这些人了，法利赛人文士。那整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那个失而复得的宝贵啊，理当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个要点目的掌握住之后呢，在解释比喻的时候，特别在这个以浪子比喻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就不至于角度上还有整个的内容上产生偏差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时间关系，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讲太多哈。但是总之呢，这个文体的问题啦，还有历史背景的问题，其实在解释圣经了解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上面，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根据上下文啊，根据上下文。好，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罗马书跟雅各书哈，到底是一致的呢，还是这个相冲突的呢？如果我们说圣经的合一性的话，那就代表说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作者，甚至在讲不一定讲同样的主题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具有一致的特性哈。更何况这个罗马书跟雅各书都在讲这个称义的问题哈。可是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有这个有一些不太协调的地方。好，我们举例子哈，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那边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所以难怪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不是用加拉太书就是用罗马书啊，因为很清楚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这卷书的中心。那么雅各书呢，在第二章二十四节那边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好像有冲突咯。因为罗马书说人称义是因着信，雅各书说人称义不是单单因着信，是因着行为。如果他们都讲到信心，可是在讲信心的这个层次上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哈。那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到这个教义的解释法、诠释法哈，整本圣经。那很显然罗马书所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信心哈，那雅各书所讲的是现在的信心。什么叫做已经发生的信心呢？罗马书所说的已经发生的信心，指的是罪人在上帝面前降服接受应许。很显然保罗是要纠正那些想要以行为取代信心作为得救途径的这些人，要去纠正这个错误。所以在因信称义的描述上面，他是非常的这个把握中心的。那么雅各书呢，我们说是讲的是现在的信心，也就是说是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一种的状况。雅各啊强调要把这个得救的信心啊用行为把它展现出来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啊，信心跟行为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割的了。因为雅各书的信息非常清楚嘛，讲到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信心呢是因着行为得以完全。所以其实根基都是信心，只是一个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信心，一个讲的是现在的信心。现在信心。好，那另外我们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这里的凡事是指的所有的事情吗？既然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不都造就人，那意思就是说凡事就很相对咯，我什么都可以做咯。但是看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啊，这里的凡事啊不可能包含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那边讲到贪恋恶事啊，这个第十章第七节第十四节讲到拜偶像啦，第十章第八节讲到奸淫啦，还有呢吃喝的事等等。所以这个贪恋恶事拜偶像还有奸淫很显然不包含在凡事的里面。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凡事应该主要是指的吃喝的事情，是比较相对的啊。所以如果这个没有把它弄清楚的话就会产生问题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啊，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难道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啊，自我中心的凡事呢，还是指的什么呢？啊，其实简单来说保罗所指的应该是指的上帝所吩咐我们去行的，上帝加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在一个身份的当中去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吩咐我们做，那么神就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好，那第四方面呢，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的按正义，当然就是原文指的是笔直正直的一个切割哈。这个指这个不存着一种偏见哈，甚至是不按着个人的经历或者主张，乃是按着圣经的经文的原意哈，经文的原意。这个按正义呢，可以说就是像农夫犁田啦，这个修筑道路哈，要修的笔直，要盖房子哈，这个石头要这个要凿的方正等等哈。所以当我们牵涉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是按正义分解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当然要注意作者到底在讲什么，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读者读的时候明白了些什么哈。这个包括象征啦、寓意啦、比喻啦，都要先从自己当中去了解，然后才能够扩张到灵异哈。如果没有这个字句的基础，一下就跳到灵异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哈。而且很容易陷入一种无意义的想象、不合理的灵异化哈，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等等。所以圣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啦，用比较清楚的、容易懂的经文去解释那个比较不清楚的、比较这个
这个模糊的经文哈，模糊的经文，像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边讲到，上帝看中亚伯和他的公物，但是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物，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什么是信心？信心当然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好，另外呢，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那个说，吩咐我们不可以像该隐啊，因为他是属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犹大书十一节告诉我们，该隐的道路我们要避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讲到亚伯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看见亚伯跟该隐的对比，就是一个是有信心的义人，一个是没有信心的恶人。这些我们在按正义分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抓住圣经的这个原本的意思，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也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得蒙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而且你也要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看重这个文体，看重背景，历史的背景，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经过正式的认知跟解释的时候，你的道路就成为生命的粮食，使我们得到喂养，使我们得以健壮，也使我们有路可以走，走跟随你的道路。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